好像没油了。啊？没油了，没油了。不应该啊。君啊，昨天那半桶油你加了没有？油啊，我给忘了。啊，没事，他喝多了容易健忘，别怪他啊。你是不是彪？没有咋回去？行了，我到地方了，我走几步上去看看吧，然后你们商量一下一会儿怎么办。小心那个，我保护你。哥，咱们是不是到了呀？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几多风雨，蓦然回首，爱与不爱就在这里。我去前面超市拿点东西，你们一会儿叫一下阿奴，他在前面看标本，别忘了啊。行程呢是这样的，2点钟您约见了赵总，3点钟呢你有一个国际会议要开，5点钟要接见一下新员工，给他们上上课，讲解一下啊。然后5点钟的时候呢，你还要去会见其他的人。然后6点半的时候，你要去劳斯莱斯酒店呢参加晚宴。晚宴之后呢，你要去海边的兰桂坊酒吧去和你的得力员工，也就是贼稀罕你那个白玲珑，你俩要小酌2杯。那什么，要不您再开除我一回吧，我就当着员工所有人的面开除我一回，然后给他们发奖金，发完奖金放假，哦，放假啊，放假放假放假。要不那个，您晚上去兰桂坊和白玲珑小酌2杯那事儿。